咁其實香港咧每年從本地嘅300多平方公里個集水區咧，佢收集嘅雨水咧只能夠滿足咗香港本地總用水量嘅2至3成。咁如果冇東江水供應咧，其實你可以想象咧，成個香港咧都要劃為一個集水區。咁所以可以咁講啦，如果冇東江水呢個輸水工程咧，其實香港咧就唔會有今日人口同埋發展規模。香港特区政府水务署署长卢国华就是这样理解东深供水工程对香港意义。日前，卢国华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1963年重大旱情时，香港经历了最严厉的限制供水，每四日一供水，一次4小时，民生和经济大受打击。老香港对那次限制供水仍然记忆犹新。卢国华指出，香港缺水的问题因东深工程而解决。这项供水工程动用上万人力，1965年3月开始将淡水经80多公里输往香港。时至今日，东江供水协议采取稳定性较高的统包总额方式，确保香港即使遭受百年一遇的旱情，供水仍不会受到影响。东江供水协议呢，其实是采用一个统包的方式的。咁即係咩叫統包方式呢？其實佢就保證咧每年嘅供水量個上限咧係8.2億立方米。咁呢一個上限咧，其實就保障咗香港就算遭遇到百年一遇嘅極旱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哋仍然可以保持個供水咧唔受影響嘅。咁根據呢個協議咧，其實香港更加可以睇實際嗰個需要啦，要求將每一年嘅供水量上限咧提升到10億立方米。隨着珠三角的發展，东深供水工程也经历了4次扩建，东江水的开发已经接近上限。而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框架的推出，国家即将继续扩大珠三角的水源配置，引入水流更大的西江。卢国华认为，西水东调将可舒缓区内对东江水的需求，并可以为香港提供备用。相信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可进一步保障对港供水。大家都知噶啦，东江水嘅资源开发率咧，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咗上限噶啦。咁珠三角水资源调配工程咧，或者我哋叫做西水东调工程咧，其实就会将西江嘅水引到珠三角東部地區，包括廣州啦、南沙、深圳同埋東莞，咁呢度咧可以大大舒緩咗喺呢個東江水嘅需求。同一時間咧，其實佢亦都會幫助咗香港啊、番禺啊、順德呢地江咧地區咧提供一個備用嘅。咁我哋相信咧，呢個珠三角水資源調配嘅工程咧，可以進一步保障咗對港嘅供水。卢国华指出，回顾这50年，东江水从未中断，百姓安居乐业，经济稳定发展。时至今日，东江水已是香港的大动脉，充分体现国家对于香港一贯的关怀以及支持。咁回顾呢50几年咧，其实东江水从未间断过嘅，可以讲系咧香港嘅大动脉，佢支持咗香港社会同埋经济嘅稳定发展，令到我哋市民咧个个都安居乐业。所以咧，我哋相信咧，东江水体现咗国家对香港嘅一贯嘅关怀啦，同埋支持，亦都体现咗我哋香港同埋内地嘅紧密关系。